诸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早上上到了长呼人即待教，人不在己即到，这一个动作啊很重要，它可以广泛啊来运用，就是接待的礼仪，接待客人的礼仪。那我们现在在家庭当中来看一下，孩子现在会不会接待客人？比方说，刚好阿姨来了，小孩在那里打电脑，他会怎么做？他会把他的大嗓门打开，妈，阿姨来了，这样好不好？那习惯了，他就很怠慢，很随便。因为啊，尊敬长辈排在次要，哪一个最重要？我的玩乐最重要。久而久之啊，恭敬心就不见了。所以要教。您有教过孩子接待客人的举手？好。所以你看，这个影响他很深远哦。这个孩子假如这个礼貌没学好，可能在学校，在他往后的公司啊，都会有尴尬出现哦。所以我们就曾经啊教孩子一个一个呢来练习如何接待客人。所以这一条经文啊，不只要讲解，还要实际啊带孩子操作，而且还不是操作一次两次哦，要让他重复怎么样练习，他就熟能生巧。那刚好一天早上啊，这些孩子都学会了，也是巧妙的安排，中午吃饭时候就来了一位阿姨，结果他要走进教室门以前啊，所有的孩子本来在吃饭，通通呢停止他的那放下他的碗盘筷子啊，要干嘛？争先恐后要接待客人。所以其实啊，当他能学以致用啊，他会学得欢喜。所以这位阿姨走到门口啊，六个孩子排成一排，同一时间呢、啊，鞠躬说：“客人好。”这个阿姨呢，不敢走进来。他说受宠若惊啊，从来没有被这么隆重的礼仪接待过。啊，接着他要说啊，假如下一代的孩子都这样啊，那我们就很欣慰了。结果我们接着客人要走进来，叫他们放拖鞋。拖鞋怎么放？要放在啊客人走进来马上可以怎么样穿进去。所以诸位朋友，每一个礼仪的动作啊，其实都是在设身处地啊为他人着想，他的仁厚之心啊也在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啊在怎么样在落实了。所以放拖鞋也要让人家可以顺势穿上。好，阿姨进来，他们就说：“阿姨你请坐，我去帮你倒杯水。”就请阿姨先坐，然后再阿姨请喝茶，我去叫我妈妈过来。这个就是啊接待客人的礼仪。所以在家庭当中啊要学习。再来，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看到隔壁班老师走进来了，那孩子看到了他会怎么做？他也可能站在原地就开始放大嗓门，老师，隔壁班老师找你，这个都不符合啊礼貌的态度了。所以这个也要教学生，教导他们一定要先，哎，老师你等一会，我去叫我们老师过来，再给老师讲了，然后再把老师带过来，就是要把工作从头至尾做好。
其实当他在落实礼仪的时候，一个孩子的耐性啊、沉着啊，就在这一些礼仪实践的过程啊，一直在啊养成啊，在培养。那我们看在公司行号里面，假如有人啊来找他的朋友或者找上司，那一般的人啊面对这种情境啊会怎么做？比方说要找经理啊，经理可能在开会啊，说哦找经理啊，他在里面，好，这样好不好？好，那刚好呢这个客人呢走过去，结果里面在开会啊，他门一打开，那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很尴尬啦，会开到一半，到底是要继续开会还是要接待客人，这样就很失礼了。那假如这个主管一追究起来，谁接待的？好，那假如一而再再而三出现这种情况啊，那可能工作就怎么样，就保不住了，因为啊成事不足啊，就败事有余了。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境啊，应该是先请啊客人你请坐，倒一杯水给他喝，我去先看看经理忙不忙，好，您先等一下，等去了一看好再开会，好，那请示一下，说啊可能还在十分钟二十分钟啊，再过来跟他讲一下，让客人的心里啊也有所准备。所以处处啊符合礼仪啊，处处就让人家很舒服的感觉。所以这个接待之礼，不仅在家里，在学校，在公司里面，甚至于啊在政府机关，而政府机关啊接待的都是谁啊？很多可能是各国的重要的人，或者是啊他们国家的人民。假如政府单位做事的公务员都不符合礼节啊，那可能脸会丢到哪？国外去，而且也会让啊他自己的人民对他失去信心了。所以这个礼啊确确实实很重要。那孔老夫子才说不学礼啊怎么样，无以立啊，很难在社会团体当中啊立足的好。所以这一句经文啊我们就可以把它解成接待之礼。好，那下一句经文好我们把它念一下，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献能，入狱长即趋揖，长无言退恭立，骑下马臣下居，过犹待百步余，称尊长勿呼名。称呼长辈啊不要直接啊把他的名字叫出来，其实啊也是一种恭敬之心。我记得在家里面啊称呼两个姐姐啊都是喊大姐喊二姐，那突然有朋友或者同学啊问我说你姐姐叫什么名字，当我们把姐姐的名字讲出来啊全身啊不舒服，好像觉得呢有点不尊敬。所以不要小看啊这种称谓啊，叫久了、啊、越叫越亲呢、啊。说姐哥，好，真的在这个称谓当中啊，人与人啊会越来越亲密。
但是假如直呼名号啊，比方夫妻在称呼的时候都三个字三个字叫，叫久了那个气氛就越来越冷淡，甚至于会越来越火爆都有。所以这个称呼啊，我们也应该啊，对尊长都是以叔叔、伯伯、阿姨来称呼。那出社会了，我们也以比方说陈经理、陈董事长这样去称呼，人家听了舒服，也不至于啊冒犯他人。那在现在的孩子啊，他在家在学校也要落实这样的态度。那同事，比方说我们当老师，同事跟同事之间，在孩子面前啊，不要直接说哦李旭老师，或者某某老师，不要这样称呼，因为这样也是啊都在称老师的名字的。那应该怎么称好？陈老师，蔡老师，这个也是做一个示范啊，给孩子看。虽然我们大人之间称呼可以亲昵一点的，但是小孩啊，他还要从小学习谦恭的态度。所以我们为人老师啊，也可以注意啊这一些细节的部分。这个是称尊长，勿呼名。那因为西方东晋啊，西方人称呼自己的爸爸妈妈都怎么样？直接称名，所以很多人啊就觉得西方的月亮怎么样？比较圆。所以我们有一个朋友啊，他看了书籍说哦可以直接喊名字，结果就叫他女儿啊都喊爸爸妈妈的姓名。喊了几年之后，刚好呢我到海口去教《弟子规》，他才知道哇错了，他女儿啊跟他讲话已经跟他是平起啊平坐了，这个时候就不好教导。所以称呼是要树立长幼尊卑的态度，所以这个礼啊也不可废。下一句，对尊长勿限能。我们早上也有提过，孩子啊他养成他提升他的才华，我们要引导他有才华的目的在哪里？学习这么多才华，他的目的到底是为何？诸位朋友，您带孩子去学这么多才能要做什么？这个很重要哦，你的目的啊，就会引导孩子往这个方向去走。我有一个学生呢，他补习啊补了四科，国小六年级。我就想啊，只要他上课认真听，一定啊不需要补那么多啊。我就把他找过来跟他沟通一下，我说你补四科太多了，不然先补两科就好了。结果这个小女孩说，老师不行啊，我们那一条街的人哦通通都补四科了。你看孩子去补习的目的在哪？别人都去了，我不可以输给人家。相同的，现在学那么多才艺啊，目的在哪里？我人家会钢琴我不会不行，人家会跳舞我不会不行。假如都是为了跟别人攀比啊，好面子啊，那孩子这些才艺学了之后啊，不单啊没有什么大的好处，因为学杂了就学不扎实，不单没有好处，还可能沾染了这种虚华的风气啊，学了之后常常想要去跟别人啊炫耀了。
所以我们家长的态度至关重要。所以早上我们也提到，假如他是学艺术的，我们应该引导他要有志向，学的艺术这个才华要能造福人群。所谓社会国家者，应该是互助之体也，每一个人奉献他的能力跟才华来利益团体。所以我们引导他，你看这么多，比方说李叔同先生做的曲子现在还不断陶冶人的性情，所以你要学音乐呢，也要像李叔同先生这样，要立定高的志向，要能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用音乐来改善社会风气。当我们是这样去引导他，又有志向，相信他的学习啊，一定会跟其他的人有所不同。当他只是为了炫耀啊，这个孩子学这一门才华绝对会遇到瓶颈而不能突破。因为啊，当他喜欢跟人比来比去，他就患得患失，情绪化会很严重，到时候就爬不上去。但是他有志向的时候，他会不断啊鼓励自己向前。所以志向已经决定了整个成败的关键。所以我们在朱子之家格言有提到，读书应该志在哪里？圣贤。那现在的人读书都志在什么？所以你看读书的人都读得苦哈哈的，读得气得半死，因为他考不好，那个目标啊错误了。相同的，很多学艺术的人，艺术志在什么？所以他的功夫就不可能一直上去。好，我们要抓到根本。那范仲淹他读书的目的在哪？要找到一个，要掌握一个可以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所以他那种心境跟只为了功名读书的读书人练出来的效果一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好，所以教育在胜于始，胜于一开始。好，所以我们引导孩子学习才华技能也要有正确的观念。所以不可以限能，是长养他谦卑的态度。所以我们在易经里面有提到，牵挂六爻皆吉。书经里面也提到，满招损，谦受益。在易经的64卦当中，每一卦都有吉凶啊掺杂，只有一个卦是所有六爻啊都是吉，只有一个谦卦。所以一个孩子懂得谦卑啊，他是可以无往不利。所以在了凡四训啊这四篇很重要的人生哲学当中，其中第四篇呢，就是描述谦虚的益处。所以袁了凡先生当初去考试啊，也参加过好几次进士考试。那每一次还没有考以前，他观察要考试的这些同学啊，他会发现有一些人啊特别谦卑啊，谦光逼人，对人都很恭敬很谦逊。虽然呢，这些同学有的呢年纪很轻，但是啊他就觉得呢他一定会考上。结果考试结果啊，果不其然，谦虚的人都怎么样？考上了。
所以我们从小也要时时提醒孩子常存谦虚，因为纵使我们今天的才华再高，这个才华是不是靠自己形成的？不是啊，是在成长的过程非常非常多的人给予我们照顾提携，所以越有才华我们应该越能感念啊这么多人对我们的付出，啊，有这样的心境啊自然就不会傲慢了。好，所以对尊长勿羡人。下一句，入狱长即趋揖，长无言退宫里。好，在路上啊遇到长辈啊，我们就要主动过去呢打招呼，主动过去啊打招呼。那我们自己教书的，我就曾经听我妈妈讲过，她说有一些学生啊教过的学生在路上啊看到他马上呢就躲开了，没有走过来。好，诸位朋友，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当然这很多情况嘛，比方说我们当老师的跟孩子不够亲，所以他们都跑了。好，也有可能啊这孩子从小就不习惯啊对大人行礼，对大人行礼，所以当他都不主动跟大人行礼啊，这种人情世故啊就会不懂。所以我们也要告诉孩子啊，遇到长辈啊一定要向前去问好，鞠躬，好，这个是见面啊的礼仪。好，那诸位朋友，鞠躬容不容易？鞠躬容不容易？现在叫你对一个人90度鞠躬啊，可能很多人会不习惯。所以在深圳有一个幼儿园啊，他训练孩子鞠躬啊，训练的差不多一两个月还继续在鞠躬，要让这个动作啊内化成他的恭敬之心。有一个孩子，他的母亲呢，有3个姐妹，他的父亲是4个姐弟啊，结果只有他一个小孩。好，就是呢他母亲的姐妹没有孩子，他父亲的这个姐姐呢也没有孩子，只有他一个。那这么多人都照顾他，所以诸位朋友，这个孩子好不好养？你们怎么知道？又有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哇，这么多大人宠。所以有一次啊，他的爷爷对着这一些长辈说，他说见到这个孙子啊就好像见到我一样，这个孩子讲的话就是我讲的，谁要是打他哈，就是打我。好，这样情况下去，这个孩子会怎么样？哇，那可能是不可一世啦。所以长者啊，假如不懂得如何教孩子啊，确确实实爱之啊，足以害之。所以我们看看现在的孩子不好教导啊，都出在哪一个字啊？宠爱啊。好，所以他的父母看到这种情况，刚好也有一个机缘啊，开始学习《弟子规》，所以觉得情况不妥，应该啊把他带回来。这个孩子一次在吃饭，桌上的菜太少了，
他马上呢用脚啊撑着桌子推到后面说，菜太少了，我不吃了。这样对不对？不对，但是很正常啊，因为他们这么宠他，已经把他宠成什么小皇帝了嘛。那皇帝吃饭要几道菜？100道。你这么清楚。好，所以菜太少他就不吃。他妈妈把他带回去以后啊，一天早上煮了很营养的粥给他吃，就他跟他妈妈说，我只吃面不吃粥。他妈妈也没跟他发脾气，因为冰冻三尺啊，对，已经养成坏习惯了，现在又有耐性啊，把他修正过来。所以他说啊，你不吃啊，好，那算了。结果9点的时候呢，他又跟他妈妈说他很饿，他妈妈又把那一碗粥啊端出来，他还是不吃。所以现在很多孩子脾气啊很拗啊，怎么办？不要跟他硬碰硬，要跟他磨下去。所以他不吃好又收掉，就9点半他已经饿得怎么样不行了，端出来了，他就大口大口的吃，吃完以后他说还蛮好吃的。对啊，他都不知民间疾苦啊。结果把他送到幼儿园去，那这位父亲母亲啊也很用心跟老师配合，所以就教孩子鞠躬。他的妈妈带他去遇到老师的，跟老师鞠躬，那个孩子呢站着不动，一个男孩。结果他妈妈呢就开始跟老师鞠躬，说你就像妈妈这样。这个母亲啊鞠了差不多10个躬，孩子如如不动。不过因为要上班啊，他妈妈就急忙啊要离开，走到社区门口觉得不对，教育要胜于一开始，一开始没有把他教会啊，往后要教啊就会越来怎么样越困难。他就打一通电话给他先生，叫他先生呢马上就赶过来，两个夫妻啊一起走到孩子面前说，现在呢爸爸教你鞠躬跟老师鞠躬。然后呢他爸爸就一直鞠躬，也不知道鞠了多少躬啊，这个孩子站在那里啊就哭起来了。所以父亲的这一份真心啊，让他这一颗石骨不化的心怎么样融化掉了。所以孩子当场啊也跟老师鞠了一躬，而当他那一躬能鞠下去啊，往后啊就不困难了。所以教好一个孩子啊，确确实实亲师合作啊特别重要。那这一位母亲啊，她也是很有教育的敏感度，所以因为这个孩子啊被这么多人宠爱啊，对人没有恭敬之心，所以她处处也在调伏这个孩子傲慢，希望他恭敬。那每一次在他们社区啊要离开的时候，因为社区都有保安人员，所以他就叫孩子来跟叔叔啊问好问早。这个孩子每一次啊都不愿意。有一次呢，他的母亲啊就也在这个保安人员旁边呢，就跟孩子讲，今天你不鞠躬啊我们就不上去。孩子还是硬是不鞠躬，他就跟孩子讲，他说啊，到国家领导人还有所有啊在工作的人，每一个人对社会啊都有贡献，都值得我们尊敬，而你们年纪这么小，都是啊要父母照顾，还有很多人替你服务，所以你应该啊主动跟这个叔叔感谢，跟叔叔啊问好。所以就当着这个公安人员的面前啊这个教育这个孩子。
所以当孩子把这些道理都能够听进去，都能够跟这些长辈鞠躬，相信所养成的这一份恭敬的态度将对他一生受用不尽。所以见面之礼我们可以用鞠躬。那大人跟大人之间现在一般用什么方法？握手。其实握手是西方的礼仪中国一般都是也是鞠一个躬。当然遇到长辈我们就要急趋揖，要主动去鞠躬。你不能大老远看到爷爷了还慢慢悠悠哉哉的走，那就不恭敬。所以面对长者我们可以鞠个礼，那平辈的话就很自然鞠躬。我们看现在韩国的连续剧商道，当你看到他们人与人见面这样鞠躬感觉怎么样？很舒服，连看到很不顺眼的人他们也会收敛一下跟人家行个礼。那因为目前呢也很多场合都是用握手来打招呼，那诸位朋友握手应该注意哪一些事情？比方说是谁先伸出手来比较符合礼仪，我们要考虑到顺序问题。这是握手，长辈跟晚辈谁先伸出手？长辈先伸手，晚辈再伸手，不然呢我们就可以鞠个躬就可以了。那上司跟下属应该谁先伸手？上司先伸手。比方说你到别人的公司去，看到他董事长董事长还没伸手你就伸出来，你好你好，人家还搞不清楚你是谁，手都没伸出来，你这不是很尴尬吗？所以面对别人的长官也是等长官先伸手我们再伸手。所以这个顺序不能搞颠倒，不然可能会有尴尬的情况出现。男生跟女生谁先伸手？你们都很有经验对，女生先伸手，不然你男生伸出来人家不跟你握你也很尴尬。好，这个是顺序。第二个，我们在握手的时候要注意态度问题。那握手应该注意哪一些动作，哪一些态度？我们实际来演练一下。哪一位朋友自告奋勇上来了，我们握手。这位朋友就是你人生会有很多变化球当你接到的时候你要很自然。好，那我们遇到朋友要握手，首先呢我们要注意眼睛要怎么样看对方。比方说我现在跟他握手，你好你好你好，那对方会觉得怎么样？你怎么这么没诚意？这种情况有，因为在宴会当中遇到很多朋友，在跟他握的时候眼睛看着谁？看着另外一个人。那握过来，你好你好，心不在焉，很没诚意。所以眼睛要直视对方。再示范一次。你好。好，除了眼睛之外还要注意这个手力气不要太大，不然会把人家捏得怎么样，很痛。比方说我就把他捏很大力，你好你好，他的忍受能力比较强。所以这个力度也要注意。再来握的这个位置也要对。比方说很多人握的时候没有力度，就是这样，你好你好，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好像职业病一样，就跟人家好碰一下就好了。
这个都没有诚意，应该抓的差不多这个位置，这样很好。好，再来呢还要注意握的时间不可以太长，不然你这样你好他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松手。好，尤其我们男生遇到漂亮的女生的时候，这一点更不能啊犯过失。好，所以当然我们处处啊都能够注意到，好，那别人跟我们握手啊就很欢喜，好，谢谢你。好，掌声鼓励。好，所以这个是握手当中啊也是要处处啊让人家感觉很舒服。好，那握完手以后啊要介绍，要互相介绍，这个介绍的顺序啊很巧啊，刚好跟握手的顺序怎么样倒过来。比方说长辈先伸手，晚辈再伸手，那介绍的时候呢，先把晚辈啊介绍给长辈，把下属啊介绍给上司，把男生啊介绍给女生，刚好是啊转过来的。其实它虽然是一个礼仪啊，但是我们今天设想一下，当你带着你的同学跟你父亲认识，你会不会牵着你父亲的手说，爸，来我们去认识我同学，这样感觉怎么样？很奇怪吧。所以其实礼仪啊它就是一种天然的顺序，哪有把老人家带去认识一个可能那个身高还差他一大截的人，那不是很奇怪吗？所以礼啊我们在乐记里面，礼记乐记啊有提到，礼者天地之序也，天地很自然的顺序跟规律。好，这个是介绍的要注意的情况。那在介绍过程啊也很有可能啊人家会递名片给你，这个递名片跟接名片也要注意。怎么递名片？好，你不要那个装名片的袋子拿起来，哎，你一张你一张，这样有给人家什么感觉？不够啊，不够尊重别人。其实当一个人不尊重别人，其实已经啊也不尊重自己啦。所以俗话叫自取其辱啊，你不敬人事实上已经是不敬己了。所以那一张名片是代表你，你怎么可以发得这么随便？所以一张拿起来双手啊递给别人，而且递的时候呢应该用哪一面啊面向朋友，他马上递过来就可以看的那一面。你假如递反了他还要怎么样？转过来看。所以这细节啊也处处啊流露出你处处替人着想。那你接过来呢一定要先看一下，称尊长勿呼名嘛。好，那不只对尊长如此啊，好，你一般人与人相交往，好，他假如是总经理，假如是科长，好，那我们就以啊这个称呼啊来尊敬他，他也会觉得很欢喜。好，所以你一定要先把信看好，好，比方说陈科长，啊，陈科长你好，你不要呢拿过来呢也看不清楚他姓什么，突然坐下来要交谈了才想到忘记了，要再拿出来看呢就怪尴尬的。那拿了名片啊应该放哪里？你就可能就把皮包拿起来放，
很多的人呢就直接把它放在餐桌上。好，那刚好在吃饭的过程，那个汤会怎么样，滴来滴去，可能对方一看我的名片啊，那他会不会跟你做生意啊，啊，会不会跟你合作啊，啊，你对我的名片这么不尊重，哇，那可能给他的印象啊就很不好。所以当我们啊处处有礼，就留给人家很好的印象，就跟人家搭起一个友谊的桥梁。所以见面的礼仪啊我们也不可忽略，从一开始讲的接待的礼仪，现在讲见面之礼。所以路遇长即趋揖，长无言退恭礼。比方说我们去跟长辈打招呼的，长辈假如没什么事，等他离去了我们就可以走，叫长无言呢、啊、退恭礼。那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也很少有机会啊回家里，可能一个学期啊回去没几次。那当我们一进门看到爸爸妈妈，这叫遇长啦，我们叫哎爸爸妈妈。那很多大学生啊回到家里跟妈妈呢就好像沾一个酱油，沾完以后啊比平常在学校更忙，忙着干嘛？找一大堆同学，有没有这种情况？你看爸爸妈妈好不容易啊等着你回来，可能有很多话想对你讲，那我们都忽略掉啊父母长者的感受了。所以这种事啊我也干过，要发怒忏悔。好，所以应该是啊跟父母啊打完招呼以后，把这些行李都放下了，赶快啊过来，因为一段时间没有跟你谈啊，对你的情况不了解，一定会有许多的担心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坐下来陪妈妈看看书也好，陪妈妈喝杯茶也好，这一个时间绝对不能省。很多人就说、啊、我妈妈都没什么话跟我说，因为你都打一下招呼就走了，他那个话还没沉淀到要怎么样讲出来。所以其实当你很有心啊，静静的陪父母陪老人家坐一会啊，他的灵感怎么样就来了，自然就有很多话可以跟你好好沟通。所以我们与长者交谈呢、啊、也要有耐性，陪他们呢、啊、坐一下。真正坐了一回了，父母确实没有话，我们在长无言呢、啊、怎么样退恭礼。那我从海口回来啊，当天下午啊我就去先去看我爷爷，看完爷爷呢晚上回来，那也是有四个多月啊没跟父母啊一起交谈，所以我们马上呢什么都放下，就先跟啊爸爸妈妈交谈，一谈呢、啊、就谈了两三个小时。那这个谈话的过程我们就啊把自己生活工作情况啊仔仔细细跟父母报告，让父母啊很放心我们在那里所做的事。所以我父亲记得我第一次回来、啊、跟他报告，他在这个听的过程、啊、眼中啊有三次啊流着泪水，因为他听到在海口在深圳这些地方啊很多的孩子学了以后啊回去啊拜父母，
他听了忍不住啊，眼泪都啊掉下来。那后来啊，那一次我回海口继续工作，第一次打电话回家里来，结果我父亲呢就跟我说，你在那里做啊，好好做，不要担心家里事，家里的事啊爸爸会处理得很好。所以父亲还安我的心啊，希望我不要啊牵挂。记得我还跟他讲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海口有一个学生，因为他的老师啊很认真教他们弟子规，所以他过年回去啊，他就想呢要拜父母，礼拜父母啊，感谢这一年的照顾。所以这个孩子啊就端了两杯茶在房间里面准备走出来，结果他要端出来以前，觉得心里怎么样，扑通扑通的跳，这个有点不敢。结果还没走出来啊，来了一些客人，哦，那他更怎么样，更退却了，说好又有别人，越来越不好意思。不过呢他就打起勇气，老师都教了我们要认真的去做，所以就把门打开，就直接啊走到父母面前。结果这个孩子就突然间就跪下来，所有的亲人啊本来还在聊天，这个孩子一跪下来呢，一片寂静，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所有的人很有默契啊，都闭嘴。然后这个孩子就说，感谢父母啊这一年来的养育之恩，在这个一年的开始啊，祝父母健康啊长寿，就跟父母啊顶礼三拜。结果旁边的家长看了、啊、都很感动，所以孩子啊也在啊影响大人。这个孩子回学校以后啊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啊他要去感谢父母的时候啊非常紧张，但是啊他那一跪跪下去的时候，突然觉得脑筋一片清醒，哎，所以呢跨出第一步啊比较困难，但是只要你勇敢跨出去了，你就会越做越好。好，下一句，骑下马，沉下驹，过犹待百步余。这个是叙述到我们古代交通工具，坐在马上，坐在车上。所以当我们坐在马上遇到长辈了，遇到长辈了，那就应该啊赶快下马。因为你坐在马上，然后遇到你爷爷，然后你这样，爷爷你好，很不恭敬，赶快下马。或者是坐在车上，也应该啊先下车行礼。推而广之啊，可能你刚好在忙，比方说你在打电脑，长辈来了应该先怎么样，先放下来，先问好，处处啊不要忘失的这一个恭敬之心。但是假如比方说现在呢是坐在车子上面，车子正在高度行驶，突然发现啊叔叔在开车，这个时候怎么办？能不能把车窗摇下来，大声在那里叔叔，哇，这个就会有安全的顾虑。所以学礼啊要学得灵活，不可以学死了。好，那我们接着把下一句经文读一遍。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尊长前，身要低，低不闻，却非宜，
进必趋，退必迟，问起对，是勿疑。哦，刚刚前一句还没讲完，骑下马，乘下驹啊，过犹带，百步余。这个过犹带百步余啊，我们可以衍生成什么呢？送宾的礼仪，送客人，过犹带百步余，就是送长者、送客人呢、啊，要等他离去以后啊，我们才走。那在讲解这一条啊，我会让学生啊，实际呢送客人，那就一个人当主人，一个人当客人，然后走到门口，说再见。让那个主人啊马上把门啊怎么样哐关起来，那其他的同学就一阵笑声，然后再把门打开来，就问那个客人，假如人家这么送你，你有什么感觉？他说呢，好像恨不得我赶快走，我下次不来了。所以这个送客啊，也要能让人家宾至如归的感受，备受尊重。那我们就直接啊，透过讨论，除了实际这个操作以外啊，透过讨论，诸位同学，你觉得啊，怎么样送客啊比较适当？那很多孩子就开始想啊，好，把他送到电梯口，再下去，我们再坐电梯下去了，我们再回来。那这样子客人的心中是什么感受啊？很温馨。那假如没有电梯呢？我们就啊把他送到楼梯口再下去。那古代的人啊，他在送长辈、送师长的时候，确确实实都是做到了过犹带啊百步余，都是看到老师啊已经转弯了，见不到老师的身影了、啊、他才离开。所以我到澳洲去学习啊，因为学了就要用，所以晚上啊师长讲完课，我们就一起啊送师长回他住的地方。那我呢都会一直站在那里，等到师长已经啊进了房间呢，我们再啊离开。好，其他的同学就很奇怪，我为什么一直站在那里？我就跟他说：“过犹带，百步余。”其实，当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内心真是啊无比的欢喜，因为啊，在送师长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脑海啊不断的浮现是什么？福建的、啊、我们的人生啊，假如没有遇到师长，智慧不开啊，烦恼不断啊，就是因为有师长点点滴滴的教诲，我们才得以啊在人生能有这么多的成长。所以目送师长的过程都是含着一颗啊感恩的心，珍惜这一份啊师生之缘。所以古代人啊，人与人相处非常有情义、啊、就是有这一份情义，才写得出很多非常感人的诗词。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啊先上到这边，谢谢大家。